上坡，现在已经开始爬山了，快到半坡了。这个条路是新开的，特别陡。哇，今天上来真的是不是好天气啊，这么灰蒙蒙的，前面都看不到路了。怎么啥也没看到啊？哦，看到燕山红了，灰蒙蒙的。哇，感觉我们在天上飞呀、啊、全部都是雾蒙蒙的。半山遍也都是，感觉像神仙了，坐上面，蒙蒙的。今天好冷啊！昨天看他们发朋友圈，山上都没有雾的，我们今天上来满山遍野都是雾，不是来赏花，是来赏雾的呀。不过还真的是有蛮多花的。这里真的好冷啊！你两个应该拿个羽绒服上，这是我家的衣服。哎呀，我又走到公路上，这里通了一条水泥路，这边应该是广西了吧？嘛，湖南可能是这边是广西，然后这边是贵州。哇，上面雾蒙蒙的一片，都分不清楚方向了。这里有三个坡，但是那个石碑在哪里啊？我们要找那个石碑。哎呀，那个耳朵的快冻僵了，耳鸣了都。上来有1000多米的海拔，特别高。好滑，是走那边吗？这里好滑。哦，在这边。我三哥和三嫂已经提前到了。快点！三婶坡我来啦！哇，就是这个碑。这里就是三婶坡，就是三婶坡的那个界碑了。站在这里就是脚踏三省。这边是广西，这边是我们湖南了，还有这边就是贵州。我们的家乡就在湘桂黔三省交界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讲话呢跟贵州也特别像，跟广西也很像。哇，这里是国务院96年立的碑，96年呀，那时候我还很小呢。虽然现在下着雨，还是阻挡不了人们对这片大山的热爱呀。太棒了，下面还有很多人在爬上来。今天在三省坡，慢慢来就让你老住了。妈，一定得告诉你。你叫，我也想打哦。你定了？你不知道我怎么弄啊？我知道他们啊。六你定了啦？你定？哎呀，要尿尿了就行。来，坐一下。不要吧，慢来，都定了，不要。哎，啊，终于下来了！哇，我全都是泥巴。一斗火架金马喽，一斗火架金马喽，马喽呀喽耶，又马喽呀。这个三省坡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上来看这个杜鹃花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也叫燕山红了。现在都有点过了，所以这些花瓣都掉得差不多了，再加上今天有点下雨，这里雾蒙蒙的，都看不到远的地方，不然就可以放无人机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燕山红，特别美吧。我没盖上楼呀，又楼梁没有了。好美呀、啊！
边空气好好啊。下面比上面还要热闹。